四分的分差，这边打一个分档，好球，球直接传到芬森的手里，前场的转换进攻漂亮，哎呦，倒霉，太写意了，梅杰里自投自抢，再来补篮，哎呦，这球让我没投进，那可太对了。怪伦怎么去和师弟搭档、也是让人觉得现在会有一个想象力的。双方都两人都比较需要持球啊。嚯、梅杰里也看看，这个就是个人从底线的突破单打。就可以知道平时属于很自律的那种，他是很努力很努力的球员，而且在这个赛季为什么里啊、他要价高，贵是贵，但是呢他有贵的道理、漂亮、这次内线又给盖下来，一记封盖，球看看还是先控里啊、他要价高，贵是贵，但是呢他有贵的道理、漂亮、这次内线又给盖下来，一记封盖，球看看还是先控，很好的能控下来，启动来了，呜呀，漂亮！梅杰里连续两个封盖，转换师弟控球，看看这球传外线，梅杰里在要球，不过传到底角，太空了，这还投？哎，等球！哇，这一防一攻啊！李晓旭今天在篮板球方面表现得很好啊，外线高射线的三分没有，梅杰里有双手啊，三分线冲进去，李晓旭今天在篮板球方面表现得很好啊，外线高射线的三分没有，梅杰里有双手啊，三分线冲进去，冲那个板儿，双手补防了。李晓旭的快速转换的两个球，梅杰里这球问题是跳得有点高啊，从上往下，居然都两个人防他，结果底角漏个干净啊。小丛这边也进三分。跳空被梅杰里，梅杰里在篮下打接发球的战术，当年菲律宾国家队的常客，能力肯定也是有基地交梅杰里，哎，很顺倒的，不错，好球。今天的辽宁每一个球都让咱们觉得梅杰里上来做一个挡拆的掩护，梅杰里撤出到三分线外，这球自己投了，哇，这就是他的这个高炮台，球，哎，梅杰里突破暴扣，被对方打在脸上。哟，这球不给吗？菲律宾这边有点没劲。你再来看，这球转身直接攻。这关键是后面是。对呀、这是已经落地之后。再来看，这动作太巧了。哎呦，顶到鼻。刚才那个压哨的时候那么激动了，这算这个球给对方直接嚯。这俩人，梅杰里这球啊，犯规了，我看，哇，盖到二层看台上去了。